大家早安，全球现场时间，我们持续带你来关注的就是这几天最夯的话题，就是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现在传出他今天晚上可能就会访问台湾了。而对此呢，白宫国安会的协调官科比他不愿证实，不过他强调佩洛西是有权利访问台湾的，但是同时间他也警告了中国大陆恐怕在未来的几天都会陆续做出军事的挑衅行为，而其中就是包括向台海发射飞弹。The last time Beijing fired missiles into the Taiwan Strait was 1995 and 1996, after Beijing reacted provocatively to Taiwan's president's visit to deliver an address at his alma mater. Expect to see Beijing continue to use inflammatory rhetoric and disinformation in the coming days. The United States, by contrast, will act with transparency. We'll stand up here, we'll answer your questions, we'll give you the facts.而现在传出佩洛西可能会在今天晚间就会抵台，并且还会住一个晚上，明天会跟蔡总统来会面。这样的消息一出呢，可以看到解放军是动作频频，因为大陆各军区随即就公布了实施军演的消息，解放军的东部战区也随即在微博上头发文，以重磅发布的方式强调严阵以待，听令而战。解放军的东部战区的微信公众号释出了长达两分钟以上的军演影片，宣布严阵以待，听令而战，并且强调要埋葬一切来犯之敌，而向着圣战前进。另外，中国大陆的海事局一号也公布了两起的军演的讯息。二号零点开始到六号的午夜，解放军将在南海部分的海域要进行军演，禁止船只进入。而一号的下午两点到四号午夜，也会在渤海的北部部分海域要进行的是实弹射击，同样也是禁止船只驶入。可以看到台海周遭真的是蛮不平静的。而来看到的是佩洛西可能访台一事呢，现在中国大陆的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他周一的时候就表示说，佩洛西访台将会破坏的是中美关系。这是一个路透社的报道，他说呢，张军当时他是在联合国的一场记者会这样说的。他说，显然佩洛西访台的这个行程是危险而且是具挑衅的。张军表示，如果出现了这一类访问的话，会破坏的是中美的关系。而佩洛西这一次的访台，很多人都会把他跟25年前，当时1997年的前美国众议院议长金瑞气访台来相提并论，但他认为说这两个访台的行程是没有办法放在一起讨论的，而且他向华府来喊话，希望华府要恪守的是一个中国原则。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今天表示说，已经提供了佩洛西针对他可能访台相关的安全评估。大陆的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则是根据追踪的讯息表示，美国的航空母舰雷根号以及打击群以及从这个新加坡开往南海了。追踪讯息显示，美国航母雷根号还有打击群当中的飞弹驱逐舰希金斯号，还有一艘飞弹巡洋舰安提坦号，在7月20号的时候结束了新加坡的访问，现在是朝东北方向的南海来前进。不过美军还没有透露雷根号的目的地，如果持续朝同一个方向前进的话，那么航母的编队的航线将会抵达的是台湾海峡。目前佩洛西还没有确认他的出访亚洲的计划，但是呢，可以看到的是美中双方在亚太这边的军事活动显然是已经升温了。而现在外传的是美国的众议院议长他佩洛西他在晚间的时候就会访台， CNN 他今天早上的时候也访问的是美国退役将领马克斯，他表示说，尽管现在美国的行政立法是分开的，但是呢，拜登不愿意对佩洛西访台袖手旁观，而美方应该要做的这个责任就是避免引发两岸地缘政治的冲突。I think that's, you know, look, it's a statement of the obvious. We certainly have separation of the different branches. Yep. But I think it's foolish that the president would say, look, this belongs to the speaker. The United States must establish what its policy is going to be vis-a-vis Beijing, as well as Taipei. And it's been clear that our relationship with Taipei was established in 1979 with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We wrapped that in strategic ambiguity, right? We told the world, look, we're behind Taiwan, we will sell them goods, we will interact with them, but it's one China, it's two systems, but test us in Taiwan and let's see w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do. So I don't think that the speaker needs to go to Taiwan to reinforce the TRA. It exists.
But I do think the president should be very emphatic about what U.S. policy is. Call up the speaker and say, recommend you don't go.佩洛西可能访台一事呢，不止我国的外交部很低调，其实在白宫他们也都是蛮低调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他就表示说，行政部门不知道佩洛西到底会不会访台，他们认为说这是他自己做的决定。但是呢，布林肯他也跟中国大陆喊话说，希望大陆要负起责任，不要升高紧张的情势。The speaker will make her own decisions about whether or not to visit Taiwan.Congress is an independent, co-equal branch of government. The decision is entirely the speaker's. What I can say is this. This is very much precedent in the sense that previous speakers visited Taiwan. Many members of Congress go to Taiwan, including this year. And so if the speaker does decide to visit and China tries to create some kind of crisis or otherwise escalate tensions, that would be entirelyon Beijing. We are looking for them in the event she decides to visit to act responsibly and not to engage in any escalation going forward. 今天一早就有朋友传讯息跟我说哭哭他的股票很惨。为什么？因为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预计在今晚抵台。这也让台海的紧张情势升温了。台股今天开盘下跌120点，盘中大跌超过300点，失守14700点。台积电也重挫超过2%，再次跌破500元整数关卡，来到490元。盘中即时讯息也将随时的为您掌握。好，我们来知道一下，美国众议院院长佩洛西将在今晚抵达台湾。那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的蒋万安呢，在脸书上面就以中文、英文的方式贴文表示，肯定民主国家民选机构之间的交流，象征美国与中华之间、中华民国之间的稳固关系。那今天他受访的时候也说到，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本来就可以接受接待邀请国际友人。我还没有收到相关通知哦，但是我想如果有确定的行程，我会慎重评估以及看相关时间啊规划跟安排。我想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我们本来就可以接待跟邀请国际的友人前来，好，而且我想这个时间哦，特别是代表人民的国会彼此之间有相互的访问，好。那如果中共，他们有过激的反应，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对于两岸关系还有区域局势是没有帮助。好，那当然，我们也希望相关方能够慎防台湾周边，军事紧张情势的升高。当然，我也要呼吁全体国人，对于直接承受最大压力的国军，给最大的支持。佩洛西将访台，政府有什么规划？而面对大陆解放军动作频频，我方又有何作为呢？行政院长苏贞昌今天受访时也有最新的回应。对于佩洛西议长常年关心自由民主人权，停台湾有我非常感谢。对任何外国的贵宾有我的议员，大家来访。我们都非常的欢迎，也都会做最妥善的安排，也对于来访的时间方式种种都会尊重访宾的规划。的海皇鲍鱼 XO 干贝 XO 酱可以说是妈妈料理的百搭神器，把底下拿来再来吃。为什么？因为这底下呢，你可以看到一颗一颗的鲍鱼是真的可以存在的。现在呢，上快点购来订购，马上就可以拥有五星级的食材、五星口感的总统级高级享受。